谢谢。市长、局长、现场的长官，所有丹平乡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！来哦，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声给我，好不好？双手借我。思念的心，目屎夹在情话下面。局长有没有？还有我们的董事长，真的从头到尾手没有停过。但是你们呢？啊？你们是属于有有，我有看到，不要激动，好不好？嗯。最厉害的拉很长，没有奖品哦。要像这样的热情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带小礼物来，如果你们都没有很热情的话，我不知道要把礼物送给谁，好不好？后面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哦，走到哪里都要问一个问题。我本人，你只爱被蒙下不？县长，你知道我要问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我本人，
嘿，有水是一定爱的，有比电视较水无？哇！有比冰箱还要正吗？有。那我就放心。哇，今天真的很开心，能够来到我们民雄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大士爷庙今天呢，给那里加你贼狼齐聚玉堂，真的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热闹的场面了。大家给自己拍拍手，好不好？哇，你们好棒哦！谢谢。那局长不要滑手机哦，你要拍我对不对？哇，也特别感谢我们局长对慧玲的照顾。对，还有呢，县长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乡长嘛，还有我们的董事长嘛，都很照顾慧玲。那今天呢，除了带来好听的歌曲《被上好打给伊娃》，刚刚有讲嘛，有小礼物要送给你们，但是你们想要吗？我听听哪边想要，右手边的朋友，你们想要吗？我想要。哎呦！中气十足，来哦，我们中间加后面的朋友，你们想要小礼物吗？好像有一点点想要，对不对？来，左手边的朋友，你们也有机会哦。左边的朋友，你们想要吗？好，那左边的朋友可能没机会，有点小声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呢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我一边唱一边送礼物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先唱一段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看哪一位朋友会唱的，就直接先送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呢，我带来这首歌曲，也是呢，我们很多爸爸妈妈都很喜欢，也很熟悉的慧玲的歌曲《为牛 A 把赛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先听一小段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呢，考考你们会唱的，我就直接先送，好。唔免甲人唱，好无？啊，爱详细听哦，要仔细听哦。来哦，手一样可以借我哦，或是可以把手机的灯光打开。情人的心，总是藏情藏。对不对？那门里敢会知雨水的由来？伊是我。
所以我现在非常的热，但是我很开心啊！你恭喜啊！我爱你，我爱你哦，嘿，我也爱你哦。喜欢我的歌，好，那等一下你要唱大声一点，好不好？来，是不是旁边的朋友都没有？来，旁边的朋友啊，你们要呼喊我啊！来，旁边有朋友想要的吗？有吗？要大声加尖叫啊！你们知道要说什么，我才会听到你们的。你们爱我对不对？我也爱你们。还要哪边爱我的？我只喜欢听这一句。还有我很漂亮。左边有没有？左边都没有觉得我很漂亮的，还是左边都没有爱我的？有吗？爱我。好，谢谢。来，阿希罗，还有海报哎，我们等一下再送。好，那个大家太热情了，我舍不得上台。阿弟哦，这边哈，选你啊、哦？为什么要选你？台中北投公吼，好，台中来的。啊，但为什么要给你啊？到底为什么？我很漂亮，所以我要送你礼物哦。可是大家都觉得我很漂亮哎，怎么办？哎呦，你的歌很好听啊！歌很好听啊，谢谢谢谢。哇，今天真的很开心。有没有人要递面子给我一下？县长有面子吗？县长也很需要面子，因为我看馆长穿安尼吼，嘛就热吼，很热对不对？还好哇，心静自然凉，真的。接下来你们还要听歌吗？要。还要吗？要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再带来这首歌曲。这嘛是我去年专辑里面呢有一首很好听的歌，歌名叫做《蓝梦的精灵》，送给大家。啊，掌声呢？好，尖叫声呢？欢呼声呢？呐喊声呢？嘶吼声呢？叫声呢？来，双手接我啦！心对你
举很高，哎，这些叫声很大声。是炎亚的，觉得我们现场非常的帅。比这个尖叫声更长的，而且不会逼催，不会烧香，吼，怎么保养的？听姐姐的歌保养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刚才我们慧玲呢有说到她刚才这首歌呢是我们上一张专辑，那我相信所有的大家一定很期待我们的慧玲有在一张新专辑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慧玲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？我们在我们过来的一些专辑的一些计划。今年的专辑呢差不多下个月就要开始录音了，下个月就开始录音，对对对，预计会在年底的时候跟大家见面。而且呢其实慧玲的每一张专辑主打歌不是我们明星啊，不就是三日八点档的主题歌，对吧？对，很多偶像剧的片头片尾。没有，不是偶像剧，是乡土剧。对，但是很多人在看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有没有什么其他主打歌可以跟我们先分享，偷偷分享一下？还不知道哎，因为我也还没有录，还不知道哪一首歌是主打歌。已经在筹备了，然后预计对大家期待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那过来有没有些什么就是演出的计划，也可以让我们大家知道，或看我们的 FB 去追踪我们对的所有的动向。对，其实今天有很多呢，来自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，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呢，也是看到慧玲。知道说今天要来这边，然后呢，来咱播家恁的地名，好不？又来了，来除了我们民雄在地的朋友，咱家己在地的朋友，各位都回来的。台中，台中，台中我知啦，嘿，各有无？彰化，彰化来的，有较远、较远、较远的无？台南，举牌的，举牌的，台南那边从北部过来的还是高雄？有无？南投啊，南投，哈、哦，有没有那个啊？美国的，美国，美国特别飞过来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！美国哎，特别送个小礼物给他。哇，没有礼物了，哪一位？哪一位？来美国回来。好
啊，跑去摄影了、哦、我本来想说送一张合照，我跟他的合照给他，他等一下如果回来麻烦你跟他讲一下好不好。还有没有美国不要说，有没有再更远，就是我们台湾啊，金门，哎、欸、我才刚说有没有游泳过来的是吧，是不是想水过来的嘛，哇，真的难怪今天我们现场会有这么多朋友，上万个在，对，来自各地的朋友呢，然后齐聚在这边，真的很开心呢。对啊，对啊。那我们刚才已经听了我们慧玲这边三首歌，大家还想不想再听？想。想听要喊什么？尖叫声！尖叫声不够，还要喊什么？除了尖叫声，还有什么？尖叫声还要喊什么？有没有特别一点的？安可。除了安可之外，有什么特别的？爱你哟、哦，爱你哟、哦。关键字来，爱我，我听腻了，有没有新一点哈？哈？马上嫁给什么？嫁给谁？啊，你住哪里？你太太今天有来吗？啊，没来。小孩来了，哎、欸，我们有直播作证哎，哎、欸，别再要北话哦，好不好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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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一定要用麦克风讲一下。你的皮肤很白皙，很美。只有皮肤哦，他脸不美哦，我身材不美哦，都非常美。我被你拍水拍水。阿伯安呢？送你一张合照好不好？好，啊，你手机等一下准备一下，用你的手机啊拍合照，只有你有。好，你去哪啊？快，等你五分钟。那接下来呢，慧玲再带来最后一首歌曲。这首歌呢，嘛是咱明溪八点档上一档《幸福来了》主题歌。我是幸福女神，对不对？把牌子举高一点。所以我要带来幸福的歌曲，这首歌叫做《幸福的主题》，送给大家。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幸福、平安、快乐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等一下给你唱。在直播吗 ？Hello， 线上的朋友，一起唱哦，一点
谢谢。